石先生，石先生您好，我是天梦娱乐的签约艺人 Susie。 你好。说不定你可能会对我有点印象，现在正在热播的《民工传奇》，我演里面景飞。哎呦，我有看过。你看过《民工传奇》？看过，看过。真假的？真的。那你就有眼神。小心，小心。不好意思。没事吧？没事。所以石先生，你觉得我们有机会合作吗？我只是个酒吧老板，我们能合作什么吗？你是这次真人秀的 MV 最大的投资方之一，这么大的实力，还真是低调。你的消息果然灵通。所以想请我喝杯酒吗？可以。不好意思，可以给我一杯红酒？哦，对了，你的那个朋友他好像不是太高兴。我去打个招呼。非常开心认识你，谢谢你的酒。那男的谁呀？你认识啊？人家是清醒梦境的大老板啊，手里握着好几家公司呢。这次的真人秀节目，他也是投资人之一。是吗？我也是第一次见到真人，真的是人又帅又多金啊，怪不得好多女孩子都喜欢。你什么意思啊？是不是也喜欢他呀？你什么意思啊？我就过去打个招呼，你至于说这么难听吗？不至于。哎呀，我真的只是去打个招呼，你能喜欢他吗？我知道你是心疼我，可是你知道我这个人是很单纯的。我只是想上那个节目，所以去打个招呼。要不你帮我去说一下，你们家不是很有实力？有我，我帮他开心。我看。聊得很开心嘛。你说你还是我？没有。吃醋？没有啊。还是吃醋？我没有。啊！别动我呀！川川知道这个地方吗？吃醋了？你不会养吗？跳舞。
欢光临。我想要两张下一场主要机的票。哎，您不是刚看过这场电影吗？我想再看一遍。两张票60元，请问怎么支付？微信。请输入您手机二维码。稍等。请稍等。电影票收好，新闻台祝您观影愉快。谢谢。打扰一下。